那我们现在开始了。本来里面二十一点要睡觉哈，不过打坐就有两个小时而已呢，到现在哈，那我们多加班没关系哈，师父替你们加班，这个不算打坐在内 ，OK， 这是算额外的画红呀，利息，是说睡觉前的故事啊 ，bedtime story 怎么讲中文？床边故事，床边故事。啊，别做梦，我们没床、啊。床边故事，不用床，你们还睡这个样子，有床不得了，就起不来了。是啊，我也最怕睡床的，睡床上太舒服了啊！我还没来台湾以前，都不知道床是什么了啊，铺一个睡袋在地下，然后另外一个。地下一个睡袋哈、啊，身上另外一个睡袋，这样就睡了啊，这样还可以睡，何况呵呵何况上床的话，就工作没人做了，呵呵真的，那不少你们还要去哪里等师傅了？哎呀，工作有时候整天整夜还做不完呢，工作越来就越来越多，呵呵越来越多。我们今天几号？二十号。呀，二十号哈，开禅了哈啊 ，OK， 开禅。现在讲故事给你们去睡着了，就是继续睡了，意思说继续睡，不是总是在睡的意思。没关系，你们能睡就尽量睡。回来家的时候没时间睡那么多啊，很疲劳哈，每天工作很多。好可怜啊，还要有帮助那个金海嬷嬷去救济什么的，真的那个人好找你们麻烦啊，金海那个找你们麻烦多得很，已经工作很多了，他还叫他打坐两个半小时，然后还要救济发传单师叔的那种传单啊，劝人家师叔还要去救济啊 My God 以前你们认为工作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已经很多了，是不是？啊，是吗？有没有抱怨？有吗？没有。啊，以前去办公嘛，就说哇，每天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好累啊，好累。现在呢，要加班，跟日本人一样。日本人嘛，他工作完以后哈，到。哦，是工作很晚哦。工作大概八个小时、十个小时了哈，八个小时了。还有下班完以后，还要自愿贡献给工厂多一两个小时。后来还要开会，才回家。啊，回到家就还好，他们能知道家哪里哈，可以开车，好可怜，这种精神啊。日本的人在发达嘛，是不是？他们国家在雄猛起来啊，经济方面还有不同的方面，不然以前日本也是很惨哈，打仗完以后就被输嘛，就很惨很惨，还有被炸弹什么哇。不想讲这些历史了，不过偶尔讲一讲也不错了，给人家记得了。打仗如何那么残忍？双方都受苦很多，被战的人也受苦，然后去战的人也受苦，赢也不好，输更惨，所以打仗永久不好的。我们是要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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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念和平，和平。我想哈，我们弄一个漂亮的念珠，给那些
国家领导人原则，每天叫他念那么一个咒语而已就够了。和和和和，如果太无聊就再念平平平平，无聊再换口味，和和和，如果更无聊的话，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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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念那个咒语啊也会好呢。Yeah. 有师父加实力一定会好的啊，他们第一念什么呢，肯定的话不一定会有肯定的效果嘛，啊，肯定力量真的不可思议。我们已经说过那个日本那个考验什么实验的故事有没有，他们那个水啊，啊，一杯水贴什么某某肯定的字，或是某某那个善良的人的名字上去的话，那杯水会变很漂亮干净的，是不是？哎，动起来跟花一样，如果动起来的就跟花一样。那么如果他贴哪一个很那个很凶恶的字，或是凶恶人的名字在那个杯子上面，那个水杯上面的话，那个杯那个水动起来会很肮脏很黑，没有那种漂亮的形状，因为那个水如果动起来就跟那个沙水一样，那种好像一朵花一样很漂亮哈，有没有？如果贴那个凶恶的名字或是凶恶的那种字上去那个杯的话，水在动的时候黑黑暗暗的，好像泥巴那种水一样，又有那种奇奇怪怪的形状显露出来啊，而不是漂亮的那个水画那种。 OK， 知道了哈，那个是普通的人实验而已。那我们修行的人哈，如果念什么都很有效的了，所以小心要念哈。 OK， 不要念太那么多，不要念那么多，念佛菩萨就行了。所以我想如果所有的国家领导人原则，我们发给他一个念珠，免费的啊，免费的，那每天念一下，不一定会有效呢。啊，提醒自己嘛，和平和平和平和和和和平平平和平和平平平平平和平和平和平平和和啊，要念上去念下来都可以，都允许的，没什么那个禁止的啊。而且哈，他们那个一边念住哈，这样的这手累了以后就换另外一只手嘛，有没有？念两边都念的话，就不要乱煎了。啊，乱接那个，乱接那个打仗的那个什么，啊，文件，对，文件的，和平的话根本不用接了啦，啊，和平大家把那个酱啊，把它丢出去烧就行了，不用接任何自然的和平。不过那个要打仗的话要接很多。是不是要经过很多那个，比方说上个医院下医院什么同意的哈，很多的才能够打仗啊，然后还要见跟那个那些将军那些哈啊才能够打仗啊。 OK， 我们到哪里去了啊？啊，和平和平和平，还好我讲这个和平，不然就会变成打仗了，告诉你。我因为爸爸也要做，妈妈也要办嘛，所以变凶变甜，变甜变凶这样子了，两个才行。有人需要凶，有人需要甜啊，不能每天办一样的脸，那跟那个木头佛一样呢。那这样在家拜就行了啊，不用去找我的师父。OK， 我没有空中礼貌了啊，我有徒弟要教，我有时间要办啊。没有空装礼貌给你们看，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是来给你们赞叹说师傅是最甜美的一个人，没有啦。这是我的目的吗？啊，要扮最甜美的人吗？啊，啊，而且，啊，要扮那种什么？每天一样的那种笑容的脸吗？啊，
要给人家知道我是名誉很好那种吗？是不是这样来？来这边撞什么那个长柄啊？不是啦，我来这边为了给你们机会当好人啊，不好我就修了，修到好为止，修到我高兴就行了。还没高兴，还没高兴，继续修，是吗？哎，像这个人家钉这个台也是很困难，懂不懂？要修，要磨，要剪，要接，到他高兴为止，是吗？如果这个没有整齐，像他那个现在那个样子，他不一定会继续借，是吗？借然后磨修，到那个角度刚好这样，他才能够定成一个漂亮的讲台，是吗？而且用那个楼梯下来，那么清清楚楚、漂漂亮亮，每一个角度都算的一粒一秒都不差。我、哦、也是这样。啊，不好我就修了，修到好 OK 我就 OK 了。所以你们要我饶你们的话，自己修自己，你懂没有？回去磨、擦、剪、接、啊、砍，到你们认为师傅会习惯就 OK 了。不过也说不定，啊、说不定好不够好啊，不一定够好给师傅看。那来这边我修一点点就好了。如果在家里没有修的话，来这边就修很多哦。啊，两个都累啊！因为贪心的战争才得引战争出来，贪心小也不行，贪心在哪个地方都是贪心的啊！不该哪都是贪心的，不管一草一木也是贪心啊！我不喜欢不公平的事，世界都是这样啊！我不喜欢那种跟那个真善美不合 ，OK？ 啊？那个无界的清楚啊，不是你的不能拿，不管座位也好，站位也好，空气也好，呵呵啊是吗？话也好，如果人家的话不能看了、啊，如果哪一个给你，你就拿啊，哪一个公共的大家可以用的话，当然你可以用，不过不能占有别人的地方，人别人的东西，不管什么都不对了，了解哈，知道嗯。那你们看哈，一个自私的行为啊，就造成不顺嘛，懂不懂？嗯，像那个人家的河流这样，一次流一次流下去，然后你盖一个墙壁啊，在那边挡起来，即使水流不滴滴滴滴滴，没有像以前那么流那么流利，是不是？没那么顺。我叫你们好久了，不管外国人内国人已经讲过了，五戒是要受就对了啊，那很简单嘛，那个五个戒不能受吗？啊，嗯 ，OK， 现在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啊，也是中国的故事，有关一只什么，那个叫什么乌龟。你怎么笑呢？乌龟不是吗？乌龟爬在地上了，他的那个好粗这样吗？啊，有一个人哈，我们顺便然后是随便叫他阿陈的哈，阿陈，他是父母过去了以后留下来。很大的财产给他，不过那个人非常好心啊，非常慷慨的，所以任何人来要借他钱呢、啊，他不会拒绝的，所以人家借他很多，很多人借他钱，不过没有一个人还的，他也不会很辛苦去要钱回来，他好像在里面。那个默默承认说给人家就算了，就这样了，不是借的，借就出去不还了。然后因为他太慷慨了，一次给一次给啊，没有人还给他，就破产了。破产了以后，那些见他的人哈、啊，全部都消失了，看不见了，不再回来门口了。他们也知道他也不会跟他要了，
所以也默默这样子算还没有没有接任何了啊 OK 然后只有唯一的一个人呢、啊、他是一个渔夫渔夫钓鱼那些啊捕鱼这个故事比较难听为了那个动物的部分不过整世界就这样啊这个时候还是有啊他就承认是他有跟他借钱了、啊、不过他太贫穷了真的没钱可以还他不过每次他去捕鱼如果碰到一只乌龟哈他就会带回去送给他因为乌龟好像比较稀有然后就带回去给他那个弄那个肉给他吃吧yuck y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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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不嗯讲而已经想吐啊那个可怜的一个乌龟他根本不伤害我们任何东西他是草木而已啊他也住在海里面呢根本也不关你的事情他不伤害任何人他也不吃鱼什么的哈他吃那个海苔啊草啊木啊那些他很简单的嘛嗯结果这样还抓起来然后拿人家吃真的太惨了不过有一天这个渔翁啊抓到一只乌龟非常大而且非常漂亮那个它的那个上面那个叫什么龟壳哈非常亮非常美的好像有人磨瓜擦亮那个照顾啊擦油什么那些弄亮弄好漂亮还有头上还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点啊从来没看过这种那么稀有的它的龟壳好多颜色好多那种样花样啊非常美丽然后头又有点那个白点在这里所以他觉得这只乌龟不是普通的他不能吃不应该吃的他就把它放生了嗯然后也忘记了他还是贫穷还是反贫穷的啦也没什么有一天他在一条路上走一条河堤很小小了只有一两个人才能过去一个人就能过去然后他走一走就看风看景嘛突然间他在那个对面走过来好几个人然后那个领导的好像那个领导那一队啊就很凶巴巴的就叫他们部下跟他叫他们让开让他们先走啊又不管爬哪里不管了让他先走他就不走了他说因为他看那个人那个风度不好那突然又送起来干什么所以他说我不走看你怎么样又怎么样然后他就那个领导的那个队啊就很生气了叫他的部下把他抓下来等一下打了啊要打死看看结果不过还没打以前他也想知道那个人名字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大胆呢、啊、看那么多凶的人也不怕所以他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他就说我是阿陈啊住这里啊等等他不怕他说阿陈不过他讲的那种很挑战的话他不怕了他没有什么做错的所以他不怕然后突然间那位好像很有钱的啊很那皇家那种那种气派啊就突然间听到他那个阿陈的名字就叫不上马上停了然后他就跪下来拜他啊他说哦原来是你是我的恩人啊很抱歉很抱歉因为刚才我去开会回来那个开会的期间呢那几个人在那边要让我生气气死了没有一个人合我的意要在那边顶来顶去我这个心情不好回来这边看到你才这样这么凶不过既然你是我的恩人哈我不敢了哈对不起对不起他也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叫恩人所以他也没讲什么他说 OK 既然认错就
行了啦，不过那个恩人啊，所谓的看起来像王子一样，他说我就是龙王第八个王子啊，我是很有权力啊，很有那个力量。OK， 现在我要回报你，我有一个珍珠啊，如果你带在身上的话，那个你会看到透到那个透到水里底水底那个和海底，哎，看到那个很深的那个地下面啊，可以看得到任何的宝藏啊，隐秘什么都你都可以从外面看得出来，也知道的，所以你可以变成富有，不要那么贫穷。好，他讲完以后，他就把那个贫穷的那个阿成人捏了一下，在这里捏好痛，他就嗷嗷这样子，然后他就都拜他出去了，他就拜他，然后他又回龙宫去了。那个阿成也是在那边，还是觉得莫名其妙了。不过走几步就哎，看到水下面地下面有一颗珍珠，很亮很亮，很大很大的，他一直抓挖，一直挖挖下去一点点，真的拿到那颗珍珠。好，他就高兴了，就回来带回去了，回去就卖那个了啊，就过日了啊。后来去哪里都有，又看到宝藏啊，这地下面很多很多东西，他都挖起来用。后来哇，买很多房子，哪一个房子都装潢漂亮美丽的，都很变成百千亿万富翁了。有一天他就做到，他就挖到一个漂亮的镜子哈，那个镜子有一个特殊，就是任何的美人啊，如果照他的脸在那个镜子上以后，那个他的漂亮的美容会留在那个镜子里，到另外一个美人照那个镜，然后他才消失，然后另外一个美人的美容会留在那里，听起来很像录影机一样，或是照相机，是吗？好像古代的，中国的古代好像有照相机呢。OK， 因为他挖到那个镜子了以后，他觉得很美丽，所以留下来当家宝了啊，不卖也不送给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个奥妙的事。后来有一天，听说公主啊，那国家的公主要到他那个旁边那个村去玩，因为旁边那村有那个温泉，而且风景很美丽，公主想到那边洗澡，然后参观那个风景嘛，她听到了，她就因为这个公主啊，人家宣传的好几个国家了，说她非常非常漂亮，谁看她就一定会爱上的，非常漂亮，从来没有那么漂亮过的一个女孩子。他听说了公主会某某天去哪里，他就躲起来在那个他洗澡那个方面，然后把镜子叫他那个很奇怪的镜子叫他以后就带回去了，跑回去就天天看了就生病了，丧尸病了，不过没有办法怎么做了。后来那公主就回去了，不过不晓得谁告诉国王说有某某那个书生啊，他把公主那个影像叫起来了，然后回去天天隐藏在他的家那边看，冒犯那个龙体啊，那个国王听着好生气，好生气，好大胆的一个孩子，把他抓过来。走过来就问你，问他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他说是有了，是有了，不过现在你吓我也没什么用了，
啊，如果你保留我的话，哈、啊，我有这个镜子哈、啊，我有那个柱，我可以看透很多那个，地球的宝藏，然后我会带回来给你，你就变成更富有了。那国王哪管这些？他够富有了吗？啊，不过国王不管了，说 no， 你冒犯公主，我一定会要斩你的，而且马上要斩的。不过那个人一次拜托，一次讲理由了，说那个国王很息怒了，很息怒。不过他等一下进去他的那个房子，再喝一杯可可可乐什么，再静凉一下，也许这样，弄一杯那个，也许一杯那个什么果汁了啊，alcohol free 香槟，喝一下凉一下。啊，去那边就碰到公主了，公主在那边也跪着拜托皇上不要杀那个人。那个国王就问为什么不杀他呢？因为公主在那边偷看了，偷看那个人了，而且知道他仰慕他那么久啊，就现在冒自己的生命到那边叫他的香，然后现在快被杀死了，所以他才看，因为很轰动嘛，他偷看了，看那个人蛮好看，很合意他。因为你应该知道公主很少能出去看谁了，出去的话那个脸啊妆啊什么都封闭起来的，很多那个护法就在旁边呢，哎，他一下车然后就做什么就上来了，不可能出去外面混来混去看那么多男孩子的啊。然后那些男孩子在朝廷里面多数都是有太太了，而且那么丑了才能够进去。都是国王怕那个太好看的官嘛，都是宦官就可以在那里，所以公主也没看到那么多人了。我是也许他们有缘嘛 ，OK， 然后看就爱上他了，就请国王不要杀他。我们越南也有类似的故事，不过不大一样啊。后来。国王就说你为什么要我饶那个人呢？他冒犯你，我应该缠他才对。公主就说现在国王缠他也没有什么用，他已经看到我了啊，已经那个本来啊，如果任何人看到一个女孩子以前的嘛就应该结她婚了，懂了吗？而且看到那个洗澡的时候那个是一定要结婚的。看一眼就不行了如果父皇不给我跟他结婚的话，就人家会讲笑话呢。国王说我不管谁讲笑话，他冒犯我公主我会斩他。这公主爱上他了，就一定很硬的就说如果国王不给他跟我结婚，我就会断食断吃，然后会死的断吃，讲了就做了。我国王听到也不会相信公主会这么做，不过他还是怕了一点点，所以要暂停那个要斩那个人那个日子了，过了几天再说了。然后他就叫人摸摸观察公主，果然如是啊，公主不吃不喝，已经讲过了，跟那个人以前一样，饭也不喝茶也不吃。好几天瘦下去了，又生病了，医生也无法医疗他。那国王只有一个公主嘛，当然要什么就有什么了，从来不能拒绝他任何东西，他一来就扭一下，然后傻傻叫一下就什么都有了。爸爸，哎呦，我要那个，我要这个，什么都有了。所以只有一只公主，一条公主。让他死怎么办呢？OK， 就顺了，给他跟他结婚了。好，然后答应了，就那个书生又回去家里啊，派很多那个服务他那些家人啊，每一人啊一壶啊这么大的，里面满满都是黄金珠宝啊，那个钻石啊。什么都有，什么最珍贵都有，每一人一壶，一百个人这样子，一百个壶，每一人扛一壶，跑到皇宫那边，回门费嘛，就供养那个国王了。国王看他，哦，
很富有的一个女婿，是啊，也是蛮高兴。OK， 行了，好了好了，那就那个结婚的礼啊，非常隆重的啊，然后他们两个高兴快乐花下去。好，有一天，那个第八个龙王的龙王子就回来了，看他了，哦，他看得很高兴，要拜下去。后来他就说，公子现在不再需要我那个珍珠了，我要拿回来 ，OK？ 这样讲完了，就再捏他一个，在那边，哦，这叫一声这样，啊，然后就走了。从那个时刻以后，他看不到地下，看不到水底，什么都看不到了。不过他们真的不再需要了吗？啊，有漂亮太太，有那么多财产，还是要干嘛？是吗？当驸马已经很好了 ，OK。行了，故事完了。如果继续讲下去，就变成他儿子、孙子什么讲不完了，传宗接代。啊，中国嘛，传宗接代很多，讲不完。嗯，啊，这个故事有贡献我们什么材料吗？啊，说一下。说说看，啊，一个一个举手讲，诚实，啊 ，honest 啊，啊，诚实，诚实，他是诚实吗？这个有诚实跟诚实有关吗？啊，慈悲心，啊，慈悲心，慈悲心，不要贪心，不要贪心，施恩不求报。嗯，不可以扎单。啊？什么扎单？不可以扎单。不杀生。啊，对了。不计较。嗯，怎么不计较？不计较谁？感慨。嗯。OK， 大概他这个人做人也不错啊。嗯，看人家贫穷，如果需要他就帮忙，就还好了。你看呢？饶一只乌龟而已。就得那么多福报，你们要多饶几只乌龟。故事结论是这样。哇，不过你看，意思说以前他有吃那些乌龟嘛，不过从那天他放了以后，就好像象征一个转弯，他的升华，就说他不会再吃乌龟的。你看，一个忏悔心啊，然后反过来做上反的，就升华会改变如此这么大啊。那我们也是一样哈、啊，我们本来都是乌龟，嗯、啊，就是修行了以后变成天龟，龟天，慢慢来龟，不过也是龟。不管什么贵，贵就好了嘛，啊，我贵也好，天贵也好，不过我们现在是天贵了，啊，是不是天贵？啊，贵回天了，啊，我们贵回我们自己天真的那个本质，还有等一下也回去天国，啊，天天要贵顺天国，天天要听从天国的指示，贵享，啊，天意，啊。所以这个故事也不是说乌龟而已的事了啊，就是讲人生的哈、啊，很多啊那个瓶子啊要注意。嗯，既然以前弄错很多了，吃很多乌龟了，不过心一改啊，就天地都原谅，还给你多一个机会啊，可以再当皇子，在宫殿里面，就跟我们一样啊。以前弄错很多，不过现在回头了，就变成上帝的儿女了，回归自己的，伟大的位置，嗯，就变成天上的那个天人了。你在地下，在地球还继续活下去，不过你们是已经是天人了，多多少少都是，嗯，小天大天，啊，小天中天大天更大的天，嗯、啊，都是天人了。知道吗？
以前天人也是像你们那样子啊，啊，没有两样，就是我们听说故事吗？神话的故事好像天人是不同，怂某某的，事实上是跟你们一样啊，啊，如果你们不躲在山上修行的话，就将当那个外省天，意思说跟人间混在一起了嘛，讲过好几次了。啊，你们只有一点点福报可以帮助别人已经有了，看你们等级多少就帮助多少啊，所以天就是你们了啊，今次天龟从今天叫你们天龟，以前叫五龟，现在六龟啊，不是天龟哦，还是五龟呢，顶多也是五龟而已，第五阶嘛，以前是五龟，现在五龟，讲来讲去还是龟。啊，这个龟是很贵重的龟，啊，像你们那个很稀有的，不管多少人学观音法门，跟你们还是不赶快呢，人是直接嘛，直接沟通嘛，啊 ，OK。啊，所以我不是说打算收很多徒弟了，我已经讲过，啊，教训你们就是，刚好经过的，刚好经过路边刚好看到就顺便带走而已，不是说师父的工作，哎，所以多少人无所谓了啊 ，OK， 那些外面的不修行师父也会有帮助，何况，不过看他的情况了，啊。看他要帮助多少，他的灵魂渴望多少，就帮助多少。啊，你们也是这样子，不要说师父徒弟，然后都依赖那个不修行就不对了哈。OK， 好了，就是这个故事是这样子，意思说那个书生是代表那个不修行的人哈，肉酒什么的啊。不过还好有一点福报啊，所以。天上还可怜他，才碰到那个乌龟，然后碰到那个乌龟，又自然会那个乌龟感化他，所以他就把他放生了。所以放生不是对乌龟好呢，对他好是吗？所以这师父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做什么事啊，都会对自己好的，我做什么坏事也是对自己坏的，那个。时间到了就会还到你那边去。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子啊，听说科学家有说了，你如果你在这边如果能够把那个一个球啊丢出去在空中里面，如果那个球继续走的话，它终归也会跑回来到你那边的，那个物质方面而已也能这样证明，何况精神方面啊，我们做什么都会等一下会变成我们的，而且几倍的，你看他财产没有多少啊，所以才给一点就没了，给很多了，不过也不多，那后来因为他有慈悲心，放下那个放生那个乌龟以后财产增加啊，用不完了，是不是因为地里面很多财产嘛，他一天到晚去捡回来用，一天到晚去捡回来用，用不完，还得到那漂亮美丽的公主，而且那公主又爱上他，不是说强迫的结婚的啊，两个都互相爱，那还有更美丽的吗？不可能的啊，那个公主就是代表我们的，怎么？本人的啦 ，OK。我们跟我们本人合意了啊，沾染快乐哈，珠宝用不完嘛，啊，就是这样啦。OK， 你们猜的对了，丢了啦，丢了，好聪明啊，祝贺。OK， 行了哈，啊，要打坐还是要回去睡觉？休息哈，啊，是不是要回帐篷打坐？是不是？可以帐篷打坐，不用在这边啊，随便要什么样就怎么样，
晚上是不是让他们在这边打坐，还是已经讲过不能了？可以通宵哈 ，OK。那谁能够痛就痛啊，不痛就回去帐篷自己痛。这边如果睡着，就隔壁会吵你啊 ，OK。看到哪一个人打呼太厉害，请他，请他回帐篷休息，好不好？打一点点还可以，打太多太多，整个晚上的话就不行了啦。OK， 我们这边的不是屋顶的，声音太大，呵呵不晓得受得了吗？不过弄得好漂亮哈。你们坐白天会不会很热？刚好哈，奇怪，今年天气台湾好好哈，18、19度而已，刚好刚好可以盖棉被睡觉，盖那个帐啊。睡袋睡觉，一坐就入睡了，真的很舒服哈。以前不会这样吧？或是我弄错了，我忘记了。以前比较冷哈，啊，不过不，这个不是好的现象了，已经讲过了哈。那个世界温度改太快了，如果继续这样子，我们要搬到那个两极那边才能够活下去哦。所以大家要尽量节省 ，OK？ 讲过了哈，能买那个不毒气的就买，能够省电就转面少费的灯 ，OK？ 然后用那个太阳能的灯摆在你的路口，晚上也可以这样的当手电筒跑来跑去，了解吗？哎，就不用用那自己的手电筒，有一些灯它自己亮，而且不很大。你可以用当手电筒，也可以用看书的，有一些很大就可以更亮 ，OK， 看你们要买多大就多大，当然花很多钱啦、啊，不过也是省那个电费也不错啦。你们整天放在太阳那边嘛 ，OK， 也先看那个指示怎么弄哈，先不能开什么的，有的灯不一样，先不能开，先晒太阳一天两天，然后才能开。比方说这样，有一些马上可以开，看情况了。然后你们用那个灯啊，晚上带进来自己房子里面用当那个自己的灯泡，了解了吗？能用哪里就用哪里，我不是说什么都能用了，除了你们弄那个太阳能那种系统啊，可以用很多，可以看电视。我以前在山上啊，有一个地方也可以用太阳能看电视，充那个电话，很多东西可以做了。不过洗衣机是不行啊，我以前在印度也用那个太阳能煮饭，嗯，不过这个是有一种特别的炉啊，弄给我们，不是说每个炉都能弄，它叫的很简单呢，只有镜子上了，然后那个太阳照在镜子上面就会热在里面，煮没那么快，不过可以吃哎，我以前有那个煮饭，煮的熟的，然后另外一个炉就煮饼。煮蛋糕，有时候弄那个放再切小小的，越小的快越快，然后放一点那个盐巴什么调味料，然后一点油，这样子就放在太阳那个炉里面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吃了。看太阳多热嘛，啊，热的话就很快，不很热的话也不错。这个时候哈，人家已经发明到那个连下雨天也可以用太阳的，可以用太阳能的。不过普通的太阳那个系统啊，我们会把它存在一些 battery 里面嘛，然后慢慢用，不是说直接的。哇，现在那个电话也有一些可以在太阳，补充的。我在那个以前都有那些了，不过现在都买这些我不能充啊。不过有一些电话就可以用太阳充的，你们知道哈，如果能够的话就尽量买那些，然后用那个，不然用太阳能那个充电话，那不然而且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对了。有一些风调的那种能啊，现在人家啊，什么都想了，因为他们也怕了，开始怕了，开始紧张了。不过以我们知道了，我已经讲过好久了，还没有那个紧张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吃肉就是地狱的理由了，最大的理由。现在联合国公认出来了，
公布出来说那个洋动物啊就是造成最大的那个世界毒气的，比那个你们开车的那个还多、啊、就第一个理由的。不过这个我们已经知道好久了，就没人管而已啊。所以你们哈、啊、叔叔的人是真正的有爱心的，不是救动物而已，还救别人。因为如果地球存在的话，人家还可以生存下去，是吗？所以你们已经好几年了，供应那个环保的能力了，是不是？因为叔叔嘛，那小人养动物啊等等，所以现在会越来越好。如果没有那些叔叔的人的话，也许世界更糟糕。不过我们要更增加努力，好吧？能够去公司就一起去一部车啊，然后去哪里都能够买菜，一起去一部车，或是大家互相帮忙买菜啊。比方说你忙，我去买菜给你；他忙啊，我去买菜给他。比方说这样，总那个大家互相那个共用 ，OK， 能共用什么就共用什么，能坐那个公共的 bus 就坐啊，能够铁坐铁车就坐啊，能够驾一级，去公司去买菜去上班啊，约时间嘛，有时候辛苦一点点，站在路边等啊，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工作一起回来，如果能够的话呢，能够的话，然后小孩的话，如果一样的学校的话，一起带上去，今天我带，明天你带，等等，比方说这样，就越来越省了。我们能省多少就省多少，是吗？我们先帮助自己，然后上帝才帮我们忙。啊，上帝要给我们很多那个树木，给我们很多那个氧气，本来地球可以活很久，结果很多人把它消了，为了要拿那个理由啊，盖房子，或是做什么什么的，种别的比较有利息的，就消很多那个森林了。不是说每个森林消的时候都是自然造的，有一些是人造的，很多是人造的。因为消了以后就可以说啊，现在已经消了，没有树，我可以在那边申请盖房子，我是种什么东西，对他比较利益那种。所以人啊，造成世界那个伤害是最大的。又不是树，又消那个阳气，消那个森林啊，那个破坏阳气的那个系统，然后还很多别的啦，还有养动物啊，那个毒剂很多，然后还很多化学啊，还有那些喷头发那些不善良的，很多方面的破坏我们那个保护层啊，所以我们地球会越来越热这样子啊。本来它慢慢的，怎么现在变这么快了啊？因为，哎呀。当然它不可能越来越减小了，本来是这样嘛，现在越来它越增加而已，不是说算那个速度每天多少 no， 本来已经有了，然后每天又加上去，不是说每天多少了，现在不是每天多少了，是不是已经有了，它存在了，然后每天多少又加上去，所以不能算说每天只有多少多少，所以我们才有几年几年能够弥补，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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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很糟糕了啊，越来越加上去，所以它去哪里还是存在在哪里，懂不懂？然后太阳就是这样了啊，热气什么都保留就变了，跑不出去然后造成那个热度起来，不过热度还不算什么，等一下水灾什么就更糟，现在已经水灾很多了，这几年呢越来越多，去年很多，为什么啊？谁都知道了 OK。我好久以前讲过这些了，不过我们是这种没人了，没人听我们那种没人的，还有麻烦我们很多哈。不过我们一边怎么样，一边保护自己，一边工作了哈，一边那个防人家打，一边工作默默做的，他们一边打我们，我们一边做他的好的，都是被打的。做好事这几年都被打得很厉害，不过外面的人误会是没关系啊，自己那种事实中啊才比较痛心，OK。
好，没关系，斗也是无名少数，都是无名的，因为修行不好才这样啊。我们修行人一定会有更多风度，不会这样了。修行不好看得出来啊。有时候不去共修啊，那跟那个落地一样的人，然后进来就知道讲什么了，问乱七八糟的那种基本的，或者占人家时间空间的问题，都去共修也是还是有效了。嗯，你们不可能说我是等级太高，不要去共修。有一些人更无聊，说我去共修打坐，没有比家好，哪有这种？就是那天大概你刚好心情不好，或是身体不好，是有那样的，不可能一个人去共修，觉得比在家里糟的，不可能的。当然有时候你在家里打坐一个人好是对的，不过也是多共修了，回去就弥补嘛，就像上学一样哈，进去上课嘛，然后回家才知道怎么办呢？啊，共修是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何必那么麻烦呢？共修是很多曝光的，很多麻烦给人家知道，然后达禅哇，全世界就晓得，不是说怎么那么安全呢？是不是？那教长轰动出来，不过我知道好，我还是要做呀。啊，他们一边打我，一边防我，一边还是做的了。我也是很硬头，像那个刚才讲那个故事一样，打也不会投降了。你没有理由打我，我不会投降，我会拜他，是吗？我不会认输的啊。我们做什么坏事才怕人啊？做不坏，人家打是不管他了啊。打了累了，他就会停啊啊！然后我累了休息一下，等一下站起来再做，几年也不管，啊，累了就休了，啊，不能站就不站了，等一下能就站起来再做，因为该做嘛，好事不能不做，啊。然后那些打的人，也许有一天他也会醒过来了哈，啊，看到哦，打那个人真的不对啊。他很善良，打他不对也是后悔，然后也许也跟我们一起打磨了，不是打人了，是打磨。我们也是打了，不过打鬼打磨，不是打人啊，不是打无辜的。好，今天讲到这里为止，明天见，如果能够的话。OK 啊，睡得好哎，这个不用讲哈，你们来这边休息还好吗？好，比较补充精神一点哈。睡没关系了，睡完醒过来再做 ，OK？ 不要责怪自己太多，有空再来。欢迎来临哦。好，晚安。真的，我们算蛮有福报嘿，有那种地哈，租给我们哈，太好了，对呀，啊。辛苦一点，不过可以嘛哈，可以做就好了嘛哈。冷的话赚多一点，好不好？好，照顾自己嘿，不要抱怨 ，OK？ 什么样已经最好的讲过了 ，OK？ 因为很多难民没有地方住，辛苦一点哈，辛苦一点，我们一起一定快乐了，不会怎么样啊。不会怎么样，哎，你们乖乖，一两天弄节目给你们看，不是我弄了，就是给你们弄节目给你们看。OK， 不客气。哎，这是大家要怎么样自主 ？OK， 自主。我当然也喜欢你们每一个人一个。一公里可以做的，不过就这样子了，温暖了 ，OK 哈。
可以哈，可以，不会很冷哈，不会，没有时间看你们哈，别怪你们认为我不知道你们工作认真，所以叫你们上来，啊，要跟你们说一声，说我也知道了，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了，我知道了，行了哈，现在知道了，我知道了哈，没问题哈。哦、oh, ，very good, very good。有没有什么药酒？没有。Good， good boy。啊，算你们懂事，懂事，懂事。啊，这么远呢？可以啊。看到吗？看到。哇，这边什么时候这么漂亮？新弄的哈。啊、oh, ，surprise 。啊，我不知道呢，这边这么美。Very good。就这样啊，看一眼啊，饼干糖果在哪里？哇，这样子发给大家了，发给大家哈。哎，等一下还要喝茶，就下面扛袜子 ，OK？ 所以如果现在不想要那个喝的话，也可以放口袋，等一下喝没关系。现在又喝也可以。人那么多，没办法一个一个招待了。看眼睛就好了 ，OK？ 啊，谢谢大家这几天努力哈。嗯。有了，有进步很多了，我很高兴了。现在看到客人都是师傅，也会合掌了。以前就是这样，差一点放手电筒在人家的，啊。差一点用手电筒啊，亮一亮看看是谁啊，这样，礼貌一下不会伤害嘛，啊，谁都喜欢礼貌的人 ，OK？ 除了几个倒咖派一个，他不喜欢，OK， 是这样的，不用低头那么多了，低头的多了的话看不到师傅了 ，OK， 那合掌笑笑就行了嘛 ，OK 哈。到跟贵宾的话，你们低头也可以，不低也可以，不是最好不低，因为我们是护法嘛，要看啊，眼睛啊，爱看看看哈，到处都看哈 ，OK， 所以就这样合掌就行了 ，OK。因为当护法有时候看不到师父嘛，啊，前山后山到处都有。然后看不到师傅，所以看到的时候又头低下来的话就晚了，亏本了，是不是？那个划不来的那个机票，或是 bus 票，或是什么油票，是什么都到了。OK， 给他们呢，有没有人站那边？哎呀，来看一眼就好了啊。OK， 我们什么时候考核？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还在准备，还在准备。OK， 那护法全部都在上面写工作了。OK， 轮班了。OK， 大家分了哈。哎，这样子转下去了。啊，如果拿不到没关系，等一下打那个前面那个，那个分配那个人了。这边弄那么漂亮哈，啊，还好了，因为花、树啊、灯，看起来好好看。我们这边蛮好看哈，你看以前是湖画，那湖画没有这个 highway 有没有？没有那个高速公路啊，啊，现在有了，还好我画起来，不然大家都不知道以前没有高速公路。不过好嘛哈，好有高速公路就好，这样大家现在交通比较不阻塞啊，比较方便哈，啊，越来越好，你看，这么几十年没有坐高速公路，等我来才坐，是吗？台湾成立好久了呢，是不是？哎，连那个高铁，哎也没弄，哎，等我来西湖就通通弄在前面给我看。好像要跨啊，我们也在弄了，哎，是蛮好了，蛮好。泰国也是这样子哈，
以前主赛很厉害啊，我们来达禅以后，师傅住那边几年了以后哈，现在哇，高速公路很高，那个天空路很多，这样帮助人民很多。因为交通如果不阻塞的话，而不是说省时间而已，就那个堵机也减少，懂吗？那个不会在那边挤了好久，然后堵机就拍出来嘛，懂不懂？所以现在两样都很好，台湾也越来越好，我高兴，恭喜大家了。多修行什么都会有哈，不过太慢了，我没耐心，我也是跟你们一样觉得太慢。啊，心想心想 OK。 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方便呢？没有，还可以哈。当护法是最有权力的哈。My God， 像警察一样哈，不能利用哈。啊，不行啊，我们不能受贿赂，知道了哈。一两个饼干 OK， 多就不行了。我们都是自愿的嘛，哈。师傅也是自愿的，我们没收钱的，吃自己比较方便哈，吃自己的比较方便。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地方这么漂亮？啊，不知道，有一些知道，有一些不知道，啊，所以请你们上来看看啦。不过不是以前有上来这边共修吗？下雨的时候啊，当然现在是过年嘛，过年我们弄灯一些啊，啊，还是那还有那个Christmas 啊，圣诞节啊，过年就这样了啊。我们中国人有利息啊，中国人越南人多太好了，知道吗？圣诞节我们有个心想哈，佛的圣诞节我们也可以欣赏哈，然后西方的阳历的过年我们也可以欣赏哈，然后不久以后就农历的过年我们也可以欣赏哈，等一下还有什么元宵还有可以欣赏，还有月底有没有什么？端午节是很久以后嘛，五月了，下，那么贪心。新年还没吃完，那我们有两个新年哈，很舒服，可以度假，也可以吃东西，可以欢喜，应该母亲节就到了，啊，还有情人节哈，那一天到晚快好多节哈，我们也解放了哈，解放了，啊。如果西方的人大家跟随我们的话哈，他也可以有很多节日哎，心想他们的新年，然后我们的新年就变成两个了，还是我们比较聪明哈。中国人越南人好厉害啊，差不多了，越南人中国人差不多了啊，类似的。你们欣赏一下哈，他们的艺术的才华，真好漂亮，我也喜欢。有没有吃饭呢？有哈，还没呢，哦，好可怜。啊，知道了。你们不是受五戒吗？啊，第二的就是不说谎，有没有？好，我相信你们，相信你们。好，那看一眼，如果没事的话，可以赶快下去吃饭。然后因为我们等一下，不烤火了，去喝茶而已。OK， 喝茶扛锅子，如果有够锅子的话，够吗？不够的话，一人一个嘛，哈、啊。这边扛，不要扛脆嘛，呵呵就好了哈。OK， 大家欣赏一下饼干的水果的水果汁了，然后等一下下去吃饭。OK， 我是要多学而已啦，没什么，什么都讲过了，
你们是自愿的嘛，所以不用等待什么了，没有强迫你们当护法是吗？所以不要等我花钱给你们，我跟那个印度的那狗王一样，吐卢比的，吐卢比，你们吃过两个卢比的，比银料多少？十块，十块了，差不多了，才多了，两块而已。 因为两毛而已，那你们已经吃到十块，已经非常慷慨了啊！当金莲的人是心情快乐，哎，越贪越重啊，越障多，然后修行上不去，上不去告的等级。我们修行人不是做官，也不是做生意什么，是要多利息嘛啊！ 你不要等待什么，叫什么钱呢？啊，要饼干糖果就 OK 了，加食物就 OK 了，偶尔看一眼就整年饱了。<笑>以前呢，有两位朋友，一起读书嘛。 不过另外那个是比较富有一点，是比较聪明一点，然后他就考上了，就当状元了，或是什么了，秀才了，或是什么，考上就对了，然后就当官了，当官就回家了，那个他那个另外那个同学哈，贫穷是什么？ 没有办法，那个付钱给那个考官哈，所以考不上啊，不是聪明而已，也要有那个啦，那个东西啦哈，那个 international 语言那个啊，国际语言那个哈，去哪里都讲得通的哈，OK 不是这样啊，有一些地方讲不通啊。 他有一些地方他不懂这个，<笑>我说他不，政府不允许懂这些了。OK， 那就好。那么，那个因为有钱嘛，买到那个官位了，就回去他自己以前那个城市了，当官了。以前当那个地方的官，就是像当王一样，你们知道哈，即使皇帝有时候也怕他们呢。 像你们看那个乾隆的故事有没有？有时候乾隆他改装变成平民的人啊，出去玩啊，被那些地方的官员呢欺负死了啊。后来有时候差一点那没命啊。不过后来他可以啦，因为他是真的国王嘛。不过这样是蛮冒险的。好，那么现在这个地方王啦，的朋友。 以前那个朋友贫穷，那个朋友想进去见他，想恭喜嘛。偶尔看到朋友，当然要去看啊。偶尔朋友才回来啊，好久嘛不见了，然后他又当官了，想进来看，没办法看。他交代他那个外面的看守的人哈，不让那个朋友进去，一听到名字，他们就已经不想见了。 今天是大官休息，没有，还没起来。明天大官忙了，看客人，后天大官又忙了朝廷大事，大后天大官就是太累了，<笑>然后大后天大官就做公差啦，然后大后天等等，永久没办法看到有一个小门员哈。 他看到那个贫穷的朋友天天跑来，好可怜啊，好可怜啊！他就跟他说：“你呀，你不懂事啊，你应该这样那样啊，哒哒哒哒啊啊！”那个小朋友就开悟了，贫穷朋友开悟了，回去啊，把他全部所有的那个。 他的太太的那个神就来那个放在那个扫帚里面那个童子啊，把全部把它破那个柱拿出来，
啊，买一只猪，猪，猪啊，人家已经弄好了，烤好那些了啊，就放在一个漂漂亮亮的一个盘子啊，然后四周围又排水果什么一大堆的哈，那个小猪那个口里面也有一块黄金的钱，啊，架在那里，啊，亮亮亮亮的，哒哒哒在太阳上，太阳下。亮亮亮亮起来，谁都看得到是黄金的，不少夹是真的。OK， 亮亮。然后一进来，锁门员一报关，关就马上开门了，请进去了。有猪吗？有黄金啊，有那个红包啊，啊，全部都守规矩了，全部都照规矩弄的，就进来了。啊、哦，很欢迎啊。来包包什么的啊！你好哇，好久不见了，高兴高兴高兴，情况如何？哒哒哒哒哒哒啊！太好了，那个品种的朋友还没说什么了，就他拿一把香啊，都那点起来，然后跪在那只猪前面呐、啊，那个那只猪放在桌子上嘛，关要收了嘛。OK， 他就跪在那只猪前面，拜他好几拜，磕头的好地到那个地板去了。然后他在那边说：“谢谢了，大贵猪，为了你我才看到好旧的朋友，谢谢，多谢你，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这样他就出去了，懂吗？他说。如果没有那只猪的话，他没办法见到他旧的朋友嘛，他就想讥笑他一下而已啦，他根本也不想见他什么那种人见开嘛，哈，没有话可说，是吗？所以他拜拜那只猪了以后，他就往门那边走了，朋友留也不行了，哎，怎么走了？哎，那刚进来怎么走呢？留下一下嘛，他就说塞哟那拉啦。再见了。OK， 不是每一位官都这样了啊。不过做官有时候很困难哈，很难免那种诱惑的力量哈。还好我们不做官，就不用进官那条路了啊，不用被诱惑了啊。人家说官路很窄啊，有人想。逃走有人邀进去，做官也是很不容易哈。如果你不受供养，人家就说你骄傲，啊，排连起来。如果你受，人家说贪污。然后如果别的官都受，你不受啊，也活不下去啊，很困难啊。如果别官收你也收，等一下就当同伙，然后大官的话会，也许那个案子会小，你那种小官哈、啊，全部都丢在你头上，啊，也是很困难。啊，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政治官员的话，也许大家可以都当好人呢。古代的时候没有呢，没有这种系统，都是。如果皇帝的话，就是大家共同请他上来当王的啊，因为也许他是一个明君吧啊，君子啊，他们知道他们很清廉，很清廉，很爱人民，治国很那个很公平啦，所以大家都恭请他上来，这跟我们现在这个系统是选总统一样嘿，不过古代的时候一选上来就不要下去了，因为那个时候真正的明君嘛才上来，像尧舜那些哈，他们是圣贤的人嘛，所以连他们当王他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不当王也不觉得怎么样，他们真的不贪王位，那种不贪王位不贪富贵才能当王，才能当官，所以我们古代的系统是比较英明的，比较好，
全那些比较修行高等的哈，金莲的哈，爱人民的，就选出来当国王。然后既然他那么好，何必拉他下来呢？根本不用了，因为本来他已经很好了嘛，大家都敬服了，都佩服，所以不用革命，不用拉下来。嗯，然后那个王啊，他根本也不在意做王不做王，所以即使你拉他下来，他也更高兴，就不用工作那么多，啊，轻松快乐过日子。所以这种人啊，才得人的信任啊，我们才能把国家的大事给他处理。然后他呢，是周围的那些，也许亲戚朋友啊、徒弟啊，都是也是高等的修行人，比方说这样的，所以他也是。不上来当官，啊，那上那种国家的话，一定安平快乐的，是吗？因为没人想要争夺名利啊，能够上来的人是被人选的嘛，受人的喜爱的嘛，所以本来就是有那种爱心，奉献别人啊，所以根本也不用怕他那个贪污啊，或是。不公平啊，欺负人民什么的啊，所以他们可以一选出来一试就够了，是吗？然后国家就安平快乐，像尧舜那个时代，连呢在外面呢丢东西人就不捡呢，啊，东西丢门口人不捡，晚上啊不用关门，不用锁门，狗羊为了好玩，为了当宠物，不是当看门的人。那个时代真的多好，希望我们的世界以后会越来越变成这样，啊，尧舜的时代。你们也是集中一些官了，啊，官了，啊，君了，啊，不过我们没有官服哈，没有帽子什么，没什么很隆重的，要也可以，我们可以，叫 SM Celestial 弄。缝一缝就有了，不过戴帽子很不舒服哎，啊？哦，我戴那几个乾隆的帽或是什么帽了，那几天了，两天而已，哇，受不了！啊，乖乖一上来，我第一个就是把那个帽脱下来掉下去了，当然是好玩了，没关系的哈，偶尔戴一戴无所谓。不过整天每天戴这样，我一定发脾气哦。啊，你们知道我脾气已经很坏了。呵呵，如果戴那帽子整天的话，那你们不要跑过来了，要远远一点，从那个后龙那边看过来就比较安全。呵呵，怕国王发脾气，是那个愤怒出来麻烦，是吗 ？OK， 好了，我们现在这样子，头光光这样比较舒服，哎。穿凉那个夏天的话，如果太热，我们穿那种海边滩那种帽子就 OK 了嘛。我们因为不用地位嘛，就那个黄色的背巾哈，人家已经怕死了是吗？OK， 不过当护法师要善良 ，OK 哈，要善良，要礼貌，嗯，给人家不怕 ，OK。人家已经怕我死了，别再压他们精神上了啊 ！OK， 要友善，该送的时候就送，不该送的时候不要啊 ！OK， 那个台中那些人哈，他们演得好漂亮哈，那两个卫兵啊，护法演的是好雄伟哈，啊，不过我也不要你们护法当那个样子了。那是人家演戏的啦，没有哪一种那个兵就是这样走那个样子。不过他们演得很庄严哈，官演得好，那个国王演也好，女王也好啊。那个我没空给他们抢兵了，不过这样不要了啦，不然抢另外一个会觉得懊恼呢，是吗？啊？我们又不是 Oscar 在这里啦，要不要抢他们？啊，不用了嘛，啊，要吗？人家排手那么多，已经是一种奖赏了，是不是？
我们有时候做什么，如果人家心想，那个也是一种强平的呢，要比任何那个物质的强平方面要好啊。那人家给我们那么多钱了，后面讲我们啊，那个没什么，叭叭叭叭啊，心疼了哈。最好不用强平，不过大家很欣赏，很倾慕，这样就够了啊。OK， 做护法也是一样啦，啊，反正谁都可以当护法了，连凶一点就 OK 了。那他们故意选那些很凶的人。所以你们要把名誉弄好一点 ，OK？ 不然那全世界都知道护法西湖护法，哇！哎，不要谈了，凶巴巴的，OK？ 嗯，哎，有时候也难免嘛哈，不然像泰国那个样子是太过分了哈，因为有泰国的时候很多同修从来没看过师父嘛，像大陆啊、越南那些啊，觉得压力很大，能过来的话就冲了，死也冲了，啊，那个时候你们护法蛮困难一点哈，啊，我们现在知道了蜡签嘛，一没有来以前就写那个宣告给他们先看好，然后也宣布出来，然后蜡签大家就会了解一点了，这次比较乖哈。因为我们恐吓好几次了，也没有做这个那个，就识别证会去玩了，去度假，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过年那个识别证度假真的是不什么好东西。OK， 这次还好了，他们就没有那么激激动动了，这样我们才能做事嘛。每个人都吵吵闹闹冲过来抱师傅的话，等一下师傅也不见了。是啊，我那么小啊，危险大家嘛啊，那从今天知道了哈，那护法先学好给他们知道怎么弄 ，OK？ 因为组织人员有时候他们很忙啊，你们提醒一下啊，那个护法头那些人哈，要记得那些，注意组长哈啊，比方说这样要记得这些细节啊，因为啊有时候。常住他们也忙别的事情啊，然后组织的人都是联络人员，他也忙别的事情啊，啊，然后就碰碰啵啵就忘了啊，所以你们知道什么就提醒一下，写下来一个 list， 第一是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这样大家看清楚，护法也看清楚，然后也提醒联络人员等等哈，组织人员这样子，大家一起合作，大家都知道大家做一些什么。互相知道，这样子比较团结，比较没有破洞，没有漏洞啊。然后每个工作在一起跟一个人一样，这样才比较顺。这次蛮顺多了，啊，护法已经蛮礼貌了，好像被那个头骂好几次，就有用。哎呀，我们要学习，其实护法也要礼貌嘛。OK， 呀，礼貌，不过要。尊严哈，要工作要做清楚啊！啊，以前现在好多哈、啊，以前护法是专门在师傅前面领饼干糖果，然后瞪着看师傅而已，没看任何人啊，太好嘛，机会难得。不过现在你们蛮那个专业了，蛮庄严了啊，做事的很努力了，很认真，而且懂得礼貌了，笑了一点点了，脸没那么凶啊。不错 ，OK， 好了，那女众居的话，比方说该放女众在女众居，就女众嘛，啊，如果男众居就放男众，这样也好，在大众的话，男女都可以的 ，OK， 然后能够的话，就女众主理那个女众的事情，能够的话，男众主理，没有的话啊，男女都一起处理，没办法啊，哇，有时候也是困难哈。因为大家都冲过来，然后你如果把他拉开，他就认为你不好。不过大家也要了解嘛哈，现在他们都了解了嘛，我解释好多事了，他们应该了解，冲过来这样子太危险了，对大家都危险，对师傅也是啊。Yeah. OK， 那要大家互相提醒了 ，OK 哈。
行了，等一下见了。啊，thank you。OK， 等一下见哈。